美，对，迫不及待出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整身超美的，好不好？制定款的上衣颜色的话，三个颜色，海绵成分很高，它是水洗面料的，好不好？三个色就贝拉的白色，白色，然后是配白条纹，对，白条纹，然后玉婷的话是黑条纹，跟是一个素色黑色。对，然后它尺寸的话，其实二 L 可以穿，可以，二 L 可以穿。我喜欢它的领口，就是拉斜肩呐、啊，或者肩膀比较小一点，你可以拉你自己吗？很 K 呢，会比较卡啦。但是做斜肩就好了。而且我想要补充，就是这件衣服啊，就是贝拉跟小西西一直很喜欢这种版型，可是正版的、啊、都莫名其妙价格很高，七百九，我觉得它的整个领口版型、面料跟开叉位置，好，你看它是前短后长哦，反正它整件版型就是去无存精，变成我们家独家制定款。屁股的地方是做后圆弧的，圆弧形的，好不好？前面的话有做到开叉哦，像这种上衣啊，你搭宽裤很好看。再第二个，你搭上窄裤，搭上窄裤的话，像比较密大腿的话，前面盖住露出这一截超显瘦的，真的很可以，真的可以保守，而且它可以当这里打底，搭这边对，你搭内搭裤，这边就会很显瘦，很好看。也买不到，你穿马裤，内搭裤啊，内搭是150斤。太柔可以穿吗？没问题，可以啊。来，重点，我真的觉得它这边的开叉真的很漂亮。那搭上马裤也是可以，这边是小露一点点，悠来吧，好，一点点悠来吧。那你可以拉像有点斜肩，拉上这样，这样搭也是可以的哦。加，好，推荐给大家。好，我1685给你们看后面的长度，它是完全盖过，盖到大腿，好不好？它完全盖到大腿。就是小资女孩，就是可以穿下身失踪的感觉。而且她的领口真的超美，她的领口真的很美，很好看。她领口美以外，她这边的开叉也好好看